天哪，看不到，不知了。这个是什么鱼？烤鸭米，你知道我的是谁？我唔知你啊。下台呀啦，莫安尼算啦。哎，要再鱼咩？我不要啦，我唔要，这个大尾鱼。下台呀，再鱼咩？不卖啦，卖你卖，现在唔捌食。不知道什么鱼，无啊啦，内底无鱼，嘿嘿，无啊。啊，无爱切。厉害。哇。那不就好啊？早安，冰冰。这啥灰熊干吗？这个不是啊，这不是灰熊干，不是的，昂干啦。啊，这昂干。对了，你要。是红柑吗？你看无吗？红柑吗？红柑吗？茶柑啦。对，茶柑的。长期湿的。对啊。吃看看啊。真的、哦？没啊，没关系啊，吃看看。真的没搞，真的没搞。哎呀，别呀。一哥。都回，每次都回，每次都回哦。对。来。可以看一下吗？先买卡线，先买卡线啊！这我是第一次。哎，嘛是，这卡线，这卡线，这多数，这多数，这卡线。白菜，对，老板。真的吗？
你回去那个冻菜是真的吗？什么？你回去那个大米回去啊？那个种菜。种菜的。种那个苦瓜。真的。真的比较会蒸啊。哦。像种南瓜下面也可以埋那个，就离远一点就好了。内脏啊。只有内腮啊，跟内脏，就是种苦瓜、种南瓜都可以加这个。会长得比较。挂菜龟都可以加，就是比如。埋在这里，那、啊、你要靠得这么远这样子，哦，要不要埋太近，对，因为太近它死掉。太咸日，嗯，真的。大块小块，看，大块小块，不要太大块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一般比较少人去埋那个。我也会去市场跟人家买一点鱼，然后跟他要鱼仔，他也是要丢掉，可是你都没有跟人家买，跟人家拿，人家跟不好意思。哈哈哈哈哈。要买啊，那个要买大一点，买大，要有啊，对，要吃啊，对，很小的。那是说这个鱼的要大一点。可能。马这个变热了，对啊。马家大货，嗯，比较好。哦，口感比较好，油脂比较厚，比较肥啊，嗯。那肥的呀。哈哈哈哈哈。越大我越有。越吃。